大家好，今天去自家山上看一下有没有春笋，有春笋的话就挖一点。我老妈要晒那个春笋干，今天我家这两只笋不错。准备，现在已经到了。就是这块山了，这个山是我家的，上面种的是杉树，然后山上面有一些竹子，这竹子要砍掉的以后，因为竹子它会影响杉树的成长。今天就把上面的春笋给拔掉。这里就有两个春笋，把它弄掉。我家山上面的竹子也不多，所以这个春笋也不是很多的。这里有一个，把它挖起来。这里有两个，这两个比较长，我们只要上面这一节，这下面这一节太老了。这我家山上这些竹子以后都要砍掉的。这直接搬了。它下面这一节都快成竹子了，只有上面这一节比较好。放着，行。像这一种它还没有长出来的，要挖深一点，再把它挖起来。比较大，上面还有一个。准备，我老妈跟我外甥女过来了啊。我说你这可能进来的啊，叫什么呀？另外要的，另外要的。妈，你先往旁边哈带货呢，你去哪里？你累不累？我去哪里？哦，靠！哦，你看，你看你这劲儿，我要检查那个车。我本来还不找，这就笨，这就笨啊！要不让他来，他非要来；不让他来，还哭。他的肯定还是比较冷哈。这忘了带刀过来，用刀的话把这个外皮弄掉很快的。现在只能用手剥了。有啥没没？这个狗乐乐，它一放出来它就脏兮兮的。咱们被这狗没过凉的。哦，还没我家那个土狗干净。这个狗咩？啊！他现在回来了。哎，你爹呢？你看他真的。脏的。哎，你老爹呢？你看他真的。好了，我老妈跟我外甥女先回家了。两只狗啊，没一条听我。过来，现在回去了，这也没有多少，这一袋都没有。这把壳剥掉了，轻多了。乐乐。